携带就可以了。那也可以用两个颜色拼接，钩针，然后记号扣，还有这种粗一点的缝衣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按照之前的教程，我们把鞋底先勾好。鞋底我们是单层的，之前我已经录过这个鞋底的视频了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用再继续教大家怎么勾鞋底了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想勾一个颜色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断线。那这边的话我们是用咖啡色和金黄色来勾，那我们这里就把咖啡色的鞋底先勾好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正面，这个有线头的这一面，这里我已经把线头剪掉了，这一面是里面。那这一面好，比较好看比较整齐的这一面呢，我们是踩地的这一面，就是我们是贴近地面的这一面。我们把反面向上，反面是向上的，然后鞋跟朝向我们，然后我们从这里，从最中间我们挑一个，挑半根辫子，只挑半根辫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黄颜色的线放到后面，然后把线带出来，我们只挑半根辫子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我们鞋底是留了，这个颜色不是特别好看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我们有留一个条纹，我们这就是剩下的半针留下的，我们只需要挑半根辫子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立一个辫子，然后在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。这里我们讲一下，这个鞋子的话，我们这里平时的话我们都是在立起立针这里我们都勾了一针的，那我们这里为了减针，有一个减针的效果，那我们直接在下一针里勾短针。好，下一针里我们挑半根辫子，也是挑起半根辫子，不用挑起两根辫子哈。这里看一下，我们不用挑起两根辫子，我们只需要挑靠近外面这一半侧的辫子，我们勾一个短针。好，新手姐妹，我们可以在第一个短针上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号扣，扣在这里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要在这里做引拔针。好，下一针我们要勾中长针，我们看一下绕线，然后穿进半个辫子，拖出来三个线圈，那我们再绕线，一次性拖出三个线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中长针的勾法。我们这个鞋子下面四圈我们都是用短针和中长针这样结合的勾。那一针中长针勾完以后，我们又要勾短针，短针是不用绕线的，直接把钩针穿到这半个辫子里，把线拖出来，好，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又是中长针，中长针我们继续绕线穿到辫子里，拖出来，好，三个线圈，那绕线一次性拖出三个线圈。之前已经勾过鞋底的已经有中长针了，那我们这里就不再细讲了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法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这样我们先把这一圈先勾好，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短针，中长针。好，按照这个方法我们把这一圈勾好，勾到最后的时候停下来，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引拔。好，我们已经勾到最后了，最后一针勾完以后，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然后我们在记号扣这一针里我们做引拔针。第一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下面开始第二圈。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圈，我们第一针是一个短针，那我们第二圈我们就要勾中长针，也就是上一圈短针的位置我们要勾中长针，中长针的位置我们要勾短针，这样错开来间隔的勾。首先我们
中长针的起立针我们是要立两个辫子，一个两个。好，我们下一针开始，我们要勾中长针，因为这一针我们是勾的短针，那这一针我们就要在起立针的位置勾了，我们就不用跳过下一不用跳过起立针，在下一针勾这一针，我们就直接是在这个立起立针下面这个短针里边勾。那我们勾一个中长针，好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上记号，就刚刚勾的这一针里，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要在这里做引拔针。下一针我们上一圈我们这里勾的是中长针，那我们这里就要勾短针了，然后中长针下面短针，我们也是这样间隔的勾，只不过就是和上一圈我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。好，短针的位置我们勾中长针，中长针的位置我们要勾短针，也是这样一针间隔一针的勾，短针和中长针这样交叉着勾。好，大家先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先勾完。好，第二圈我们已经勾到最后了，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然后在记号扣的位置我们做记号，我们做引拔针。好，第二圈我们就完成了。那这个是第一圈和第二圈的勾法，我们这个斜身的话，我们前面四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勾，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勾第三圈和第四圈，那第三圈和第四圈我们就是跟第一圈和第二圈的方法是一样的了，也就是短针的地方我们要勾中长针，中长针的地方我们要勾短针。那第二圈我们第一针我们勾的是中长针，那我们这一圈我们开始我们就首先立一个辫子，然后开始勾短针，然后下面中长针短针中长针短针这样间隔勾。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我们要勾的把第四圈勾完，这个是第一圈，第二圈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圈，那我们再按照这个方法再把第三圈和第四圈勾完。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不再教大家演示了，因为勾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有第一圈的第一针我们是不在起立针下面勾的，第二三四圈我们都是要在起立针的位置，我们都要勾上我们都要勾上一个对应的针法。好，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第三圈和第四圈先勾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四圈我们已经勾完了，勾完以后我们做完引拔针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头先拉长，我们开始现在要开始收斜面的地方。那斜面的地方的话我们要怎么做记号呢？我们把这个鞋子我们对折一下，对折一下，然后我们从中间我们这样数过来，我们一共数十组过来，这是一组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最中间这一针我们算一组，然后两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好，我们只需要在第十针我们从这里勾过来的这一边，我们在第十针上面我们要做一个记号扣，这边我们就不用做了，因为我们一共要减十针，减十针我们直接从这里开始算第一针，我们一会儿数过去十针就可以了，那边我们可以不用做记号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勾。然后我们做完引拔针以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，立一个起立针以后我们穿进立起立针这里勾一个，把这个线勾出来。好，这里我们左右两边我们要各减一针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钩针穿到下一针里。好，钩针上三个线圈，脱线一次性拿出三个线圈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减完针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第一针上面我们做记号，一会儿我们要在这里做引拔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勾短针，那就不用再中长针和短针结合了，那这圈我们都是勾短针，短针要勾到记号扣前面的位置。好，我们记号扣要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
割到记号扣倒数第二个，我们要开始减针。记号扣的位置我们是要割一个短针的，那这里我们是间隔了一个孔没有勾，我们这里要空一个孔，也就是我们从鞋跟开始勾，勾到记号扣前倒数第二针的地方我们就要停下来，我们这里要空一格不勾，然后在记号扣的位置我们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是一针了，然后我们勾下一针，我们依然要空一格不勾，在下一针里继续勾一个短针。好，两个了，再空一格，在下面勾三个，再空一格，好，下面勾四个，然后我们都是要空一格的，空一格不勾，然后在下面勾，这样就有一个减针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勾了多少针了，一二三四五针了，好，六针，七针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十针勾完以后，我们依然这里空一格，空一格不勾，然后在下面勾短针，然后就全部就往回勾短针了。每一个里我们都勾短针，勾到倒数第二三个的时候，我们要减针，倒数第一个和第二个短针，我们要把两个短针并为一针，左右两边我们都要各减一针。好，还剩下最后两针了，这里一二，那这两针我们就要减针穿进去，然后再穿到下一个孔拖出来，三个线圈我们一次性拖出来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减针，左右两我们这个起立针的左右两边我们都减了一针，减完以后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在记号扣的位置我们做引拔针，直接拖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五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勾第六圈。第六圈我们看一下，我们鞋面我们依然是有减针的，我们是用长针减针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一按照之前的这个方法，我们把这个鞋面，我们把鞋子对折，对折以后我们要数，等一下我们这里一定要对整齐，我们一共要减六组，这里中间两针是一组，这样一组，两组，三组，四组，五组，六组。好，我们只需要在第六针上面我们做个记号扣。好，这边我们就不用做记号了，因为我们从这边开始减六组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鞋跟的位置我们依然是要勾短针的，立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再立起立针这里勾短针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勾，勾到记号扣前面的位置。好，我们依然是记号扣和这个短针之间我们要空一格，依然是空一格不勾，然后把记号扣取下来，然后我们绕线在记号扣这个位置穿进去拖出来，然后拖出前面两个线圈，那这个是未完成的长针，那我们再绕线穿到下面一个孔拖出来，绕线拖出前面两个线圈，那这两个都是两个未完成的长针，钩针上三个线圈，那我们绕线一次性拖出三个线圈，这个就是两个长针并为一针了，这个就是减针了。我们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还要减五组，我们一共是减了六组的，绕线穿到下面一针拖出来，然后再绕线，然后都是拖出前面两个线圈，只有最后一步我们是一次性拖出三个线圈。好，减了两组了，然后穿进去拖出来，再穿进去再拖出来前面两个，然后再绕线一次性拖出三个线圈。好，三组了。
第四组。第五组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还有最后一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六组减针的话，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完成以后呢，我们依然是要空一格，这里空一格不勾，在下一针里我们要勾短针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现在先整理一下，看一下这六组我们是不是在正中间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如果到时候大家勾这个减针的地方觉得这六针没有在，觉得这六针没有平的话，就没有在最中间的话，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往这边调，如果往这边偏的，我们就可以往这边调，就这边多一针，我们可以退一针回去，然后从这里开始减针。因为如果不正不平的话，我们一会儿勾这个斜舌的时候会有影响，然后我们往回勾就是全部都要勾短针了。好，勾了最后一针的时候，在第一个短针对应的辫子里我们做引拔针。好，把线拖长，直接把线剪断，然后拿出缝衣针，直接把线拖出来，把这个缝衣针穿进去，我们要缠线头，直接穿到这个我们做引拔针这一针里，我们把线拖进去，然后从旁边这一个短针这个辫子针中间，我们把线穿下去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是看不出引拔的地方，我们直接就是相当于一个辫子针了。然后在里面我们藏一下线头。好，把这个线头剪断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鞋子这个主体的话我们就已经完成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勾鞋舌和这个鞋帮的位置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个勾完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勾鞋舌的地方。我们也是拿出这个黄颜色的线，我们穿进哪里呢？这个是我们的长针减针的第一针，我们穿到第一组减针这个辫子里面，然后把线放到里面，然后勾出来。好，这里不是特别好拿线哈，我们立一个起立针。好，在这里边我们勾一个短针，把线拖紧。好，一个短针勾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记号。然后在下一针里我们勾两个短针，然后再在下一针里勾两个短针，也就是我们这个鞋舌要在鞋面减针的六针里边勾。第一针和第六针里边我们都各勾一针，然后中间四组我们是各勾两针，鞋舌的话我们一共是十针。二三四五这四针里面我们是勾两针的，只有这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我们是勾一个短针。我们已经勾了一二三四组的加针了，那还有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我们是只勾一个短针的。然后我们要来回的勾，现在我们勾完第一排，那我们立一个起立针，把鞋面把鞋子反过来，然后在立起立针这里勾一个短针，一个两个，我们每一排都是十针，三个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刚开始，刚刚手机没电了哈，我们看一下，
他们鞋舌的话一共是10针。好，最后一针我们勾在这个记号扣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每一排都是10针，我们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一共再勾到第6行，我们把第6行先勾完，勾完以后第7行我们是要减针的。好，这个是第3行。然后立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反过来，每一行我们都是勾10针。我们只要减针是在正面减针就可以了，就大家不管是勾，再往上加几行，我们都是在正面减针。好，再立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勾下一排。好，这个是第5排。好，我们再立一个起立针，勾第6排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排，那最后一排这里我们是需要减针的，我们左右两边都要各减一针。好，我们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那我们不管是勾多长的这个鞋舌，我们减针都要在正面减，我们都要在正面减针。第一针穿进去拖出来，好，再穿到下一针再拖出来，三个线圈一次性拖出来，这个就是减针。然后我们中间是不加不减的6个短针。剩下的2针我们依然是把它剪成一针，穿进去拖出来，三个线圈一次性拖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鞋舌减针。然后我们再立一个起立针，把这个线拖出来。好，鞋舌的话我们就完成了。那大家如果还想往上面勾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勾9排，再勾一排8排，然后勾到正面的时候就是第9排，第9排我们减针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只要减针的地方呢，我们是在正面减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我们藏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鞋舌我们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勾鞋帮的地方，我们接下来勾鞋帮的位置。鞋帮我们一共有6圈，1、2、3和4、5、6，我们勾法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分为2组，一组就是1、2、3圈，我们其实勾法都是一样的，一共是6圈。那我们前面3圈是一样的，然后后面3圈跟1、2、3圈我们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我们就只需要讲前3圈，然后讲了，然后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勾下面4、5、6圈。我们把钩针穿进鞋舌最边的这一针，鞋舌的交接处的这一针，我们把线这样拿放，然后把钩针拖出来，然后立一个起立针。我们在立起立针这里，我们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短针这里我们做个记号，我们知道一会儿我们要在这里再勾一针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不加不减的勾短针，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一个短针，勾到对应的位置，就是这边鞋舌我们的第一针这里。
每一针里我们都勾一个短针。好，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先把第一圈先勾到这个位置。好，第一圈我们已经勾完了，最后一针我们是要勾在这个斜舌这里，斜舌的第一针这里。好，我们开始勾第二圈，首先立一个辫子，然后把这个斜反过来，然后在这里勾第一针，勾完一针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留这个穿这个鞋带的这个扣眼，我们立一个锁针，然后空一格不勾，在下一针里我们勾短针。好，我们就这样，也是每一针里都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勾到对应的这边的位置，我们也是要在相应的位置我们要留一个穿绳子的那个扣眼。我们最后要需要剩下两针，剩下两针我们留扣眼。好，这里一针，然后这个记号扣的这里又是一针，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，然后这里勾一个起立锁针，然后这里空一针，在第一针里边我们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我们也留了一个扣眼，然后接下来勾第三排，第三排我们首先是立一针，然后反过来在这里我们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这个大的孔里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勾辫子针这里再勾一个短针。好，接下来每一针我们也是勾一个短针。好，我们又勾到这边扣眼的位置，那我们这里是这个我们留的这个孔，这个孔我们里面要勾一个短针。好，然后最后一针里边我们也是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斜班的一二三圈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四五六我们就按照一二三圈这个方法我们继续再勾一组。那我们第四圈也就是这样过去，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，然后在第五圈的时候我们像第二圈一样，我们要两边各留一个扣眼，然后第六圈然后再勾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就可以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结束了。那这边因为时间关系的话，我就不再演示四五六的勾法了，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把后面的勾完，勾完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个鞋带的勾法。好，第六圈勾完以后我们直接就立一个锁针，然后留长线头剪断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大家觉得六排太短太矮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再往上面加针，然后加函数。方法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。我们再说一下，斜舌的话我们是略略会比这个斜班我们要高出一点点，因为一会儿我们它这个系鞋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斜舌它是往后面倾斜的，所以斜舌要比这个斜班要高一点点，要多出一排两排这样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我们先藏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鞋子主体的话我们就已经勾好了，勾好以后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勾这个鞋带的部分。鞋带的部分我们用跟鞋底一样颜色的线，大家用根据自己这个鞋底的颜色的线，我们勾辫子针就可以了。我们两头，我们首先打一个活结，两头都留一点线头，
好，我们就这样，每一个都勾辫子针，勾到合适的长度，具体的针数我没有数。好，那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，我们先把鞋带勾好。好，这个鞋带勾好以后，我们拿出这个，我们不用缝衣针哈，我们直接用钩针。我们整理一下，这个鞋帮我们是放到外面的，是要包合这个，包住这个鞋舌的。好，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把这个线拖到，就我们留了扣眼，我们留了两个扣眼，一边留了两个扣眼，我们穿进去，就像穿鞋带一样的方法，我们穿鞋带，直接用钩针穿或者用缝衣针穿也是可以的。把它放整齐，然后再穿到这一边。那这个长度的话，我只留了两个扣眼。那如果大家留勾的这个鞋帮比我的长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再留一个扣眼。整理一下，好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把它吸起来就可以了。吸起来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两边的两头的这个线，我们把它拉紧，拉紧，然后稍微留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剪断。好，那这个鞋子的话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嗯，这样我们是不分左右的，都可以，左右两边我们都可以。那有这个鞋带的话，那个小宝贝儿穿上这个鞋的话，它就不容易掉。好，颜色的话就可以根据大家自己喜欢，那这几款颜色的话我们是不分男女宝宝的，就比较中性一点都可以穿。如果想要粉色的，那大家可以自己配。